这是大禹婚制，结契夫妇要给彼此环佩簪发，讨一个同心连理、结发白首的彩头。离开新草，丹青素柳，寒墨千秋，不知烟墨挥毫提袖，万人风骨，沉浮后如酒，观卷铁石始终如梦。执手于耳，共续白头。你若想再劝他，下雨出帮，嫔妃要独自去两尾山浪迹，你要见他的话，那是最好的机会。两尾山，李嫔，这是个好时机，可以去救他。你说，如果有一日我被强掳入宫，你会如何做？说这个，若有那一天，刀山火海，无间地狱，我都会闯进去，陪你一同杀出来。你这个疯子，你怎么这么笃定我就一定会跟你走啊？你会的。那若是我身处的是一个必死之局呢？那我就陪你一起共赴